就是我老公他大儿子人家生四胎了嘛，我们一直也没去看也没送红包哈、啊。然后我说你打个电话问问大儿子周天我们能不能去。你看看这闺女早晨起来就得让抱着，就不让做饭，我老公就喝个这种用水冲的大酱汤吧，里边有菜包有大酱包，嗯，加点热水一冲，那水冲冲就行了。看没有，大清早就这么让抱着，今天早晨5:21就起床了，都要一睁开眼立马就起床就爬起来啊，嗯，就不会在楼上待着，就得上一楼来。咱老伙计给儿子打个电话得找半天电话号码哈。工作乖啊，嗯，一开路、嗯、一开路我接了，然后我工作我叫我走走我叫我做人多，嗯嗯，哎，他看我呀，嗯，你家昼過ぎのね、昼過ぎ、昼過ぎね、行くよね、嗯，わかった、日曜日ね、嗯，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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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午後よね、それ、嗯，你好好的，啊，坐着吃，坐下吃，他就米饭吃，你这样是不听话了哈，你不吃拉倒，阿芳啊，给爸爸吃，给爸爸吃。爸爸他们对，那爸爸也吃啊、嗯。好，六个六个，你两个长辈的。嗯，好，你说爸爸，你快吃。这个孙女儿没懂得，他不晓得。啊啊，爸爸，你食べててで、嗯，食べてから仕事。嗯，もう私たちは後でよかった。啊，哎呦，看会儿书啊，嗯，看看书吧。嗯，我把我闺女送幼儿园之后，我就要去好几个地方要买东西啊。哎，买点零食，买点婴儿用品。不是我老公他大儿子，人家生四胎了嘛哈。我们一直也没去看，也没送红包哈。还是我昨天晚上我老公回家了，洗完澡我逼着他给大儿子打了个电话，他都不着急，根本就不着急，都生完一个多月了，可能将近俩月了吧，也没联系。然后我说你打个电话问问大儿子，周天我们能不能去？能去的话。那个什么，我好今天准备东西嘛，去买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西瓜呀，这个西瓜呀，呵呵啊啊，好吃啊，哎呀好，等看看妈妈看看有没有买西瓜，今天也给你买西瓜吃哈，嗯，今天我就去转悠转悠，嗯，去给买个玩具，再给那三个孩子，还有三个孙子都长大了，我去给他们再买点零食啊。把我闺娘送去幼儿园了，我现在来取个东西。上个周几来给大米脱壳，结果那个机器中途故障了嘛，嗯，倒进去的大米只脱了一半，还剩了一半，剩一半之后人家把那个机器弄好了，又把大米弄倒出来了，让我有时间过来拿。人家把大米都收了，我们家的大米还没收呢，就是人家已经收完大米的了哈。这一片本身都是种了水稻，我都收完了。这个地方是专门自动贩卖大米的哈，把钱放进这里边去，然后选一个自己想要的大米，它1、2、3、4、5有8种大米，你想要哪种大米自己选一个键，把钱放进去，大米就从这下边就出来了，这是4号嘛。这个地方就是专门脱大米壳的地方哈，它就是它这个地方又脱大米壳又卖大米。刚才打电话了问人家说得等到11点以后才能来，那我就先去买东西吧。买这个吧，这个，给你买了几件衣服。逛完了，我现在来另外一个超市来买点点心什么，明天好，带给那几个孙子孙女，大一点的孙子孙女们，饿了，早晨就没吃饭，饿了我都浑身发抖，我可能就是有点低血糖，一不吃饭吧我就受不了，在这个超市先买点饭，买了个章鱼小丸子，先吃，吃完饭才有劲儿去买东西嘛。不知道买啥饼干，就随便买点吧。别傻了，一个一个的吃哈。嗯。嗯，爸，给妈妈一个，好，谢谢你，谢谢。哎呀，每次现在有好东西，都给妈妈和爸爸尝尝哈，谢谢你，真是好孩子。好，关上门，妈妈要开车了。一下，哎，好，行了。
坐这等着呀。哎呀，门一打开哈，今天给我闺女也买了一个玩具。哎，哇，好不好？哎呀，哎呀，喜不喜欢？哎呦，哎呦，好不好玩？转一转，想想办法。进不去啊！哎呀妈呀，慢点！你看，你看，黑娜酱，你看妈妈，哎，进去了是不是？嗯，找一找，这个是个什么？这个是大象，找找哪里是个大象？这个有点难度，这个哈，有点太难了，黑娜酱啊！哎呦，今天买的这个猪耳朵，嗨，打来的是个。はい、誰ですか？皆さん。跟爸爸抢着吃哈。わさびつけないでね。だもう俺のもんやけん、わさびつけたと思う。ひな2枚やったけんよかろうと思ったら3枚取るたんやから。和爸爸抢着吃生鱼片啊哈！哎呀，哎呀，爸爸那里边有辣根儿，要不要？要要哈！但是你要一点点咬哈，不能咬，妈妈给你揪一块吧，不能弄太大，太大咬不动，而且还热，凉一凉吧哈，有点烫。嗯，哎呀，让爸爸抱着呀！哎呀，这是难得让爸爸抱着啊！爸爸领出去看看猫啊！啊，哎呀，好，拜拜呀、啊，啊，拜拜。哎呀，哎，这个功能打开哈，这个是留着给你的小侄子的。미리아한테도마고카타노오모차아한테도마고노오모차ただ見たらね種類がいろいろあるのね。あ、見て、その、ここベッドでもね、ここ横になってもこうでもあ。嗯，还得这个灯呢，这个哈，感觉挺好的哈。过来吧，お菓子，过来お菓子呢，哦，过来お金。嗯。10万入れて10万。嗯。嗯，これがいいよね。啊？これに入れて。啊，这给你。これはあと野草家で来たらまだやるでしょ。5万ずつと思う。あ？5万？あ、10万でいいよ。ね。野草今年も家作ったのね。あ、きついよね。我老公本来是想给他儿子五万，等着他的房子盖好了之后再给五万。大儿子不是今年盖房子了吗？哎呀，我觉得也挺。那么看看也不困。少少拿一浪，生活都不容易啊！生了四个孩子了，就今年又盖房子。哎呀，我们能帮的就帮点儿哈，也没有多少。要是说我现在，过得不好，自己都过不了的话，那我就不能帮他。嗯，能那什么，我就帮着他点儿。买个啊，这个一库拉亚的。六万。그런거다어이없네아미나부츠와야라이쿠라야야루이저기오난가부담없는거가야돼뭐또간대마냐오나오빠는어디응나오빠시가는거래가거래다해못해있대안드노그노3인마고가사비시요네나지분가나니모나요네가가되기더니오빠시가는거준비好了红包准备好了그래뭐안돼마고니거태인이기르는하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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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하